如何制作牛奶抹吉？材料有糯米粉200克，砂糖30克，食油1大匙，牛奶200 cc。让我再教你们一个小贴士，糯米粉要先滤过，让它更松散，这样煮的时候就会更均匀啦。好啦，先把牛奶倒入锅里，食油、砂糖和糯米粉，记得要用微火慢慢的搅拌，这样水分才不会太快流失掉。然后就一直搅拌到它变成凝状，再煮一煮，让它熟透。接下来穿上手套，放点食油再搓，这样就会让口感更 Q 弹。最后就把花生碎和糖放在一起搅拌，就可以吃啦。你也可以沾上你喜欢的味道，像黑芝麻、抹茶还是蓝莓粉等等。所以学起来，做给你的抹吉控女友吧。